干啥嘛？我自然的过来。母子出事得骗过来，兄弟们。哎。啊！老表，你这个没太晚了，知道了吗？到，把你们外国家豆子上买双李宁哥的嘛。 他们最近在给我货多，化妆的很，待会我重新给买一双。好，你说的个啊。废。炸！你这造个景象？哪个？我看到是跟打掉啊。 好了，炸！炸！我以前是收拾的吗？那你什么时候做的呢？ 老夫子啊，我吃得好。我个亲哥，我们仨嘛。你换个亲哥？哼，还要钱不是多少？那。还理亏吗？我这是在电视上买的，我也不说话，好看吗？还可以啊。 他们现在正在搞奇迹活动，给我打电话，你给人家发吧。打吧，打吧，打吧，给我看看。好。八点多少时间？就这人的，打呀。三十三号，打呀。王某虎。王某虎。啊？